好，主播，今年在 WBC 将在3月8号开打 A 组当中呢，巴拿马、荷兰及意大利的这些球员都陆续抵台。那在巴拿马的这个教练团的阵容当中呢，有中职老球迷熟悉的面孔，也就是曾经拿下4届中职三阵王的瑞奇，很多人都说他是上古神兽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些大联盟的球星也陆续来台，受到很多球迷的欢迎，他们也特别到机场来接机。那在 A 组里面呢，包含张玉成在内，有22位的现役大联盟球星，各队陆续抵台后受到球迷的热烈欢迎，像是这个张玉成还有林子伟的好朋友，也就是荷兰队的博格兹，他一眼就被球迷认出来了。在红袜队的时候呢，跟这些台湾选手都有交情，那他也很期待这一次来到台湾比赛能够和这些老朋友同场较劲。主播，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